哎，啥？手机？不是，我手机没了。揣哪个兜里了？你刚刚还在那拍照录视频呢。我去找一下，没事儿。摸一摸，你口袋太多了。他肯定在他口袋里，你信吗？嗯。哦，在我兜里。来看，我就说糊涂了你。Sorry。走，出发。地月番茄餐厅吗？对。哇，这餐厅怎么这么大呀？哎，那里边是什么？照的是番茄吗？这是农场。哇哦！你看这大棚那个灯，跟那个夕阳似的。它就是帮助西红柿成长。嗯，这不是欺骗西红柿吗？单纯的西红柿真可怜。走吧，饿了。哇，这好漂亮。我们的位置吗？咱快点点餐吧。番茄汤加面包，他们的招牌菜是吧？我要那个招牌，对吧？我也要招牌。I want order this one. The cheese platter? Yep. Okay, that's it. Yep, perfect. 哎，陆姐没给我钱，全在我这儿。哦，你要在我这支多少钱？15000人民币。那得呀，乘以20，这都是我的。不是，我数一下，全是你的。昨天他们就取了今天一天的量，他这不用，爸爸，以后我可以刷卡，然后把单子给我记上，好不好？好。So since you are all here,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our farm, Fredemar. I live here with my family, growing tomatoes, as you can see.他说很欢迎我们来到他的庄园，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番茄培育中心。然后会不会大家会觉得在冰岛种番茄很奇怪，但就是他们会从地下抽我们闻到那种水 95 degree， 95度的热水，所以他们可以种出这些番茄。番茄浇热水、okay. no， 就是因为他们有95度热水可以保持这个温度、大棚里的温度。 Then we have bumblebees to pollinate the flowers. Let me show youWe have 1,800 bumblebees. Mi Feng. 好可爱呀，胖乎乎的。They fly around to pollinate the flowers, so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ers. And everything on our menu is tomato-based in some way. It's for me. Tomato and olive bruschetta. Okay, thank you. 你点的什么这么好？哇，面包。Yep. 看着很好吃。这里是他们最有名的番茄汤，这个汤可真不错哎，真不错。嗯，番茄芝士蛋糕，好可爱，好吃的，真不错。嗯，过年之后你们想吃点啥呢？咱们在那个船上钓上来多少吃多少。但是确实得买一点，因为安宇完全吃不了海产品。对，给他带碗泡面嘛。你对我兄弟好点行不行？哎呀。再加根肠，把那肠放水里涮一涮，他又不吃。下水的肠，油下水的肠，能给我吃一口吗？盒饭，能给我吃一口吗？馋死我了，我给钱行吗？他们是啥盒饭？中餐吗？老多肉了，我看。5万，克朗，一口。快把门锁上。5万克朗吃一口，这么黑吗？土匪吗？这不土匪。嗯，真好吃。嗯，吃饱了，吃饱了咱就走了。走吧，姐姐们，结账吧。我先去开车。我可能假以时日就能唱歌了。你是不是自从？嗓子坏了，精神好像也有点那个，怎么一直是这样？嗓子以前就像百灵鸟，人还是这样，人就一直是这样。酱香酒心巧克力，一口丝滑，美景心醉。Everybody, let's go. 哎呀，麻辣捂住了，哎，吸了。完了，捂住了！啊，推！你给油！
这真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综艺效果呀！洪荒之力，二一走，我也往前开，彩油走，彩油走，往前开。这样开我真的不敢，不然。等等我。开，往前开。开，我知道。等一下，不行，完全不动。把手刹放了。搞美啊！我试试吧。来来来，小胡 ，Let's go。漂亮，你开吧，有点费劲。我手机在你那儿是不是？我还你了。真没有，你掏兜。你看看那儿有没有掉？前面车前面有没有掉？车前面掉，在这儿呢。你掏掏兜吧，哥们儿。我掏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真的是很小啊。走了。好的。都到了哟。到了，可以出发了。Oh, let's go。 我今天一天给这车开熟练了。开得很熟了是吧？嗯。哎，大家晚上想吃什么呀？是想吃中餐还是什么当地有特色的什么牛肉汤、羊肉汤，这个汤那个汤的？螺蛳粉。螺蛳粉，那就是超市买喽。去超市吧。好，咱们忙着家吃饭再说。螺蛳粉。爹，啊，你帮我看看群，我那个我发了两个文件，那个是不是就是确定成功了？你帮我看时间是不是没有问题？10月9号上午11点，对，是对的呀。没错是吧？嗯。5个小时冰川涉险，5个小时，决定要不要去对我来说已经很涉险。走路走5个点啊！你相信这一定是你人生中值得的。9981呢？啊，又来爬山了。雨变大了。啊！不行了。哎呦，小心！哎呦，可以慢一点吗？哎呀妈呀！好开心啊！你留这儿吧。我迷失在冰川里。到了